今天，普通民众或许早已经习惯了和银行打交道，办理银行业务的队伍甚至显得有些冗长。但是在100多年前，在大多数国家，银行服务还只是少数富人才能够享用的奢侈品。改变这一切的是一个美籍意大利人，阿玛迪·贾尼尼。阿玛迪·贾尼尼1870年出生在美国的旧金山。8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被同村的一个葡萄农枪杀，原因竟然是还不起向贾尼尼父亲借的1美元贷款。在成了银行家之后，贾尼尼坚决反对放高利贷，并且积极地推动向穷人发放贷款。1902年，贾尼尼的岳父去世，留下了价值50万美元的旧金山哥伦布银行的股份。凭借这些股份，贾尼尼进入了哥伦布银行当了董事。但是很快，他就和银行的创建者之间发生了分歧。当时，旧金山地区的意大利移民主要从事手工业和农业，基本属于穷人，而银行规定低于100美元不予贷款，因而移民们无力通过抵押获得银行贷款扩展创业。贾尼尼希望降低贷款门槛，但是被拒绝。贾尼尼决心自己建立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。在1904年的10月份，贾尼尼的意大利银行正式开业了。这家银行的总股本为30万，分为10万董事股和20万公众股，单一股东的持股不得超过100股。公众股呢，是向商铺主、菜农还有果农进行发售。贾尼尼还宣布说，意大利银行提供25美元的无抵押小额贷款，年利率只有6%，而当时旧金山地区的银行贷款利率都在15%到20%之间，而且必须要抵押。这些都是改变美国金融服务传统的极大胆的创新。当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，美国出现了大量的工人，他们手里有一些钱，需要和银行打交道，但是却没有资格。同样，每到每年的农忙时节，农民们也需要银行贷款服务，也没有资格。那时以华尔街为核心的美国银行都服务大客户，美国金融业字典里面根本就没有农民和工人的字眼，贾尼尼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不顾客户信用风险，就是要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。贾尼尼的经营策略取得了丰厚的回报，许多贷款者又成为了意大利银行忠诚的存款客户。意大利银行就这样在旧金山地区取得了成功。1908年，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、后任美国第28任总统的威尔逊在一次演讲中说，为什么都市银行不把自己的分支机构建到乡下去，而非得把金钱都汇聚到纽约华尔街去从事那些高风险的投机呢？这句话给贾尼尼很大的启发，他萌生了用分行的方式复制大众银行模式的想法。1908年的年末，旧金山圣诺耶储蓄银行被贾尼尼收购，成为他的第一家分行。到1918年，贾尼尼在加州建立了24家分行，是美国西部第一大银行，也是全美最大的分行制银行。为体现美国化，此时意大利银行改名为美国银行。在贾尼尼分行体制的这种示范之下，美国保险信托、美国国家银行和加州银行也都开始建立分行，但是他们加在一起只有12家分行，而贾尼尼是53家。1927年，美国银行的资产突破了2亿美元，成为崛起最快的加州财团。改变传统银行业的反潮流，而且崛起很快，自然会遭到老势力银行大佬的敌视。
20世纪20年代末期，贾尼尼收购坐落在摩根总部旁边的美国商业银行，引起了以摩根财团为首老财阀的警觉。1928年夏天，这批摩根之子摩根二世与贾尼尼会面，会面结束之后的随后几周，美国银行的股票突然开始暴跌50%。原来摩根放出了消息说，美联储将认定美国银行垄断，责令其卖出51%的股份。对此，贾尼尼迅速找到了一个应对之策，在投资环境比较宽松的特拉华州设立了一个泛美股份有限公司，收购了美国银行，使美国银行成为泛美控股之下的企业，而不再直接是一家银行企业。那么这就巧妙地躲开了摩根的进攻火力。贾尼尼经过控股权的斗争，经受住了大危机当中银行重新登记的考验，美国银行就此越发壮大起来。1949年，贾尼尼逝世，个人资产只有区区43.9万美元，而他开创的美国银行已是当时全美第一大的商业银行。美国银行后改名为美洲银行，2009年资产1130亿美元，是全球第三大银行。贾尼尼最先在美国建立服务底层百姓的大众银行，开创了金融为大众服务的先河，改变了银行服务属于有钱人的历史，让金融服务走进了寻常的百姓家，终于完成了银行服务与经营模式的一场革命，彻底改写了美国的金融史。